三月に一位加油吧！哇，三月！好啦，肩膀好痛。那你的这个招牌的动作呢？就是一对一对，那么痛，超级痛。所以对我温柔一点。哇，真的？不要开玩笑。谢谢今天的计划，超级对身体很好的，健康的。谢谢。对，那托米可以拿那个吗？好啊，那个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这个这个，嗨。这个是在日本超级有名的炒面，然后我是筷子王，我是大卫，我是肩膀痛，所以我想今天比赛。比赛这个单子对身体不好吧？一定需要穿礼衣服。然后你刚刚说什么筷子？这个动作最不行。但是我想介绍这个，所以今天的计划是筷子日本超有名的炒面比赛。有没有什么规定裁决，然后决定自己吃的炒面的种类。普通的话要全部都吃过，这个应该太辣，这样的话一半就好。哦，原来这样子比较公平。这个是在哪里买的？芝芝麻辣在东京买的，然后这个的话我在大阪的便利商店找到的。其实这个不只是筷子吧，这个其实有500公克的面，然后卡路里的部分2142卡路里，男生的一天的热量的感觉已经超过吧，男生的话2000是一天的。好，那我们要开箱吧。好，我已经感觉超的，你看很厚很厚，里面有这个酱啊，然后这个青菜超多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些调味料，面是整个这样，很厚很厚很厚，然后有两块，这是最大。那这个人啊，这个颜色完全不一样，看到红红的。只有这个，它的比较简单一点，没有什么调味料。那我们要决定我们要吃哪一个泡面吧，这是最重要的时刻。想吃那个辣的话可以举手。因为我想提醒你们，不要吃全部，一半就好。对，叫油腻吧。对对对对。那想要吃辣的人举手。怎么了？肩膀很痛啊！你想要我举手，但是不是？很可怜啊，汤圆这样的状态吃辣的，好好想一下。好，那再问一次，想吃辣的嘞，举手。好，再卷好。好。剪刀石头布。我真的现在想享受这个培养个 X 吧，这个是在台湾没有卖。剪刀石头布。哇塞！汤圆。可以可以，我最近真的训练好了，我可以吃辣的东西。好，好看。这个方式台湾没有啊，嘴巴塞塞，温柔先生，温柔先生，泡泡好了，分量蛮大的，然后要放这个酱料啊，先普通。很香耶！哇，日本人的青春的味道，学生的时候一定要吃。对，哎，你们的看起来很好吃，那这个酱也应该要一半吧？哇，大概是一半，很红红的，量太多吧？太多哎，一点也没有辣味。诶，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挑战过什么马来西亚的那个 Pedisky 啦，或是 Ghost Pepper， 很辣很辣的。但是我觉得日本的辣还好。里面的话，这个也要吧？啊，对，调味料。这个挑战的记录，日本 YouTuber 的记录是几分钟？不同味道的记录是3分钟40秒。3分钟40秒，我觉得很快。那喂，由 Sakura 来记录我们的时间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哦，原来即使很辣，但是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30秒，吃一口就30秒了。现在过了1分钟。嗯，我好热哦，开始流汗了，嘴巴里越来越有那种辣的感觉。加油！
一分半，俊成好认真，好像俊成吃到一半了哦。嗯，现在两分钟。怎么了，东明？这是干嘛？俊成吃了，好吃吧？哇，这么好吃！俊成几分钟？快三分钟。三分钟。他刚刚真的快送了。停，先停，那么快，真的？苍蝇你吃还没有吃一半。那俊强的记录是3分39秒。哇，39秒更新记录。哇，你真的很厉害。我们继续。这个ふりかけし海带的味道，还有这个 spice。有点有那个呼叫的，这么很多的分量也没有吃腻的感觉，应该聪明的话没有这种。对，这个我觉得味道就是很单纯，就会吃腻。三个人，哦，卫生纸，谢谢。已经过了分钟了，加油加油。嗯，来。哦，慢慢来，聪明，我不想吃。聪明不爱吃哦，但是。好热，真的好热。还有最后的两口的感觉吗？不好意思呢，面板磨的。聪明的最后的一口。为什么心凉的声音？聪明，哇！聪明的脸。哇，有点变红红的。这样吃完，但是那个嘴巴里还在辣的感觉。慢慢来，已经熟的。但是我真的现在想吃这个。哦，原来。好，绝了绝了！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很厉害？也厉害呀！我真的现在能吃辣，我觉得这个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一般的日本人的话，我觉得一定不会吃。就是我就在台湾之后，就是慢慢习惯辣的东西。但是如果一碗面的话，我觉得没有自信，因为是一半的面，所以可以吃。他你们也快吃完的样子。我看看，加油！哭着吃，有点感动呀。他那么受伤，然后他明明不吃很多，看到他的努力。辛苦了。那先我的是几分？后面的是6分56。6分56，嗯，还可以呢。这么辣的话，所以是9分48秒，快10分钟。7分钟应该。一般的。俊成太厉害了，我觉得俊成很快。我也有点吓到了。那名字大马里贡多的他是在日本很有名的快食的，应该比他快的，在 YouTube 里面的话没有。所以居在台湾的日本人超过纪录了啊！这个真的厉害，厉害哦！那真好吧？有真好。那个是比赛啊，那个 Tommy 的一半的面也还在。你说这个吗？对，面一半的意思是真的也是一半。对，惩罚是狮子杠超级大的炒面。好，完成了。哦，嗯，很香耶。这个真的是惩罚吗？谢谢。那个狮子杠。哦，那很大哦。嗯，真的不一样的口味呢，比较有那个香味，所以吃起来真的哦。你懂呢，真的，你懂这个味道。再怎么难过吧啊啊，肩膀太痛了啊！你先拿下来啦，先拿下来。回心一样的表情，下巴去了。哦，真的有点流眼泪了。怎么样？好了。俊成，你懂我的心情吧？辣系的，对，辣系的，辣系的。因为上演的话不能吃的辣，对吧？太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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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受伤了。不只是健胖，怎么了？我认真觉得不辣，真的，这是点的。来看 ，Cody。好，结束啦。我们刚刚比赛的时候太认真了，没有说明那个东西的优点啊，或是卖点。那先你们吃的那个原味的，我的话刚刚也说过，那个是大学的时候在大学里面的便利商店有卖，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怀念，又便宜又会饱，对，所以大家都会跑去买。但是我大学生的时候吃的不是这个炒面，那是有你美乃鸡那样的。一品讲对，这比较像我觉得以前的人喜欢的。现在的话，像你刚刚说的一品讲啊，或是 UFO， 是比较常见的。那你的这个超超超热的，
炒面怎样，但是其实吃起来没有辣。好，是因为我会自辣吗？或是外国人的话，不是日本人的话应该可以，但是我觉得味道这个不够，因为没有调味料嘛。如果那个也有调味料的话一定会更好，只有这个酱的味道比较可惜。辛苦了三元，你这样子的状态，但是还是参加我们的拍摄。那最后一起说谢谢大家。好的，那好吧，安静安静，可以可以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啊！三月，突然不行哎。